警方路上巡逻，惊见有男子倒在路旁。我叫叫叫，喝啊！兄，没事没事，酒醉路倒。不过男子脸部疑似遭殴打见血，酒醉间指控是一名苏姓男子打他的。我都唔知影，甲你讲清楚啊！你啊，现场就恁三个人。啊，我伫遐开干袂动。啊！一点恭喜您拍的啊！警方询问苏姓男子，但他说自己没打人，情绪相当激动，大暴走。死鬼，死鬼啊！哎，啊，等你慢慢来。哎，你在等你。你卖话鬼，你卖话鬼，你卖话鬼。远景使出柔道招式压制男子。你趴下。我冇你当爹。我你搞啥大外摔？我当爹。来啦！你也在那大外摔？我冇看你当。一旁有人惊呆了，因为这招大外哥可说是警界常用绝招。警方在逮捕嫌犯的时候，常使用这招大外哥压制对方。这位碰上酒客失控一样，很不客气。不过，这名酒醉路倒、满脸是血的男子，指控是被对方殴打。事后，警方调阅监视器，根本不是这样。脸部受伤的情形是他要骑脚踏车要走的时候。不小心不稳跌倒了，骑车摔倒受伤，却诬赖别人，加上对方喝酒情绪暴走，还被远景使出大外哥压制，结束这场街头闹剧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